Hello， 大家好，我是鬼鬼，欢迎回到我们的集合啦村民森友会第32集。我们上次小朋友暴增之后呢，已经很多，已经一半人长大了。大概过了三四天，小朋友就会长大。那这边剩下一半的人口，我们现在学校变成中班，以前是超级大班，现在变中班了。点点名，现在还剩多少位？大概看看，大概二十几位吧。这样看起来还蛮多的。哦，只是我们现在成年人越来越多，尼特族越来越多了，尼特族可能要比我们有工作的人还多了。目前小朋友只剩下24位，几乎都要成长起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努力赚钱来养活这些人，然后成为更多的职业。我们上次因为盖房子，所以绿宝石剩下4块钱了，我们今天真的要好好赚钱。不过在那之前呢，大家好像很想看一下某个东西哦。就是那个斧头加上一个什么的符文之类的，我们可以来铁证这边敲给大家。我们一个红色符文配上一个钻石斧头，有变成哦，亮着红光、亮着凶光的红色斧头。那名字也要改一下，哇，这个等级消耗好多。好的，为了满足大家留言呢，我们消耗15个等级，然后顺便改名。其实改名字没有增加这个成本呢。来了，红色斧头亮着红光哦。好像很凶悍，拿着砍人好像一刀就会死的样子哦。放在地上，一样可以面露凶光，然后放在白一点的地方看，这样面露凶光的红色斧头，那基底还是钻石斧啦，但是有点红光红光帅帅的样子哦，没问题。然后呢，我终于把植树场做一些改变哦，之前应该就是太近了。所以它树叶连在一起就会一起砍坏。我这边呢，让它中间隔个五格，哦，隔五格差不多，然后再限制一下它的高度，不要长成一些奇奇怪怪的神木哦，树叶比较不会连在一起，这样应该是比较稳定啊。虽然限制高度之后，它的这个像是这个丛林木，可能要成长会比较困难，因为它丛林木其实蛮高的，虽然它也可以长得很低，但它长得高的是比较多。我们这边要成长就是比较难。好，这样子哦，高度其实它可以跟橡木树一样，就这个会比较整齐哦，比较没问题。目前照这样好像还没事，应该可以。那树是搞定了，啊，我的鸡还是会跑出来，奇怪，我鸡有时候还是乱跑。我天啊，这边人口真的好多，尼特族一大堆冲出来，因为他这边也没事做，也不知道干嘛，他就在这边晃来晃去。你像我们今天的商人呢？我今天的商人怎么没有来？我看一下。今天商人真的没有出现，我在想会不会是这个积雪的关系啊？有雪的话，他可能会判定这边不是他可以出现的地方吗？好，我们先把就是插点火把让这边消雪一下，不然我怕就是这个村民会被这个雪卡住，他就无法生存了。能把四周稍微除雪一下吧。那关于我们这个底下的矿道呢，有人跟我说就是用水流的方式可以切开，就是你不要那么长的话呢，可能先挖一排，然后倒个水。那矿工遇到水好像就会回头了吧？可是因为我想说，我们之后的矿工会再提升成四位，那轮流挖的话，也许就可以挖到尽头。因为现在整条矿道都已经就是填满的状态，我们德鲁伊太多了，所以我们之后也要提升矿工。我还想他们不知道能不能一起挖，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四个矿工，可能各挖，就是两个矿工各挖一条矿道，这样子会不会加速啊？总之，我们现在先存一些矿工的这个的绿宝石。这些矿工好像不贵啦，3-4块而已。但我们现在就是太穷了，所以我们等明天商人好了。今天商人好像不见了。那这样我们要快速赚钱的话，要做回老本行了吗？要让狗狗去抓鱼了吗？还是不要？一个让它抓好像蛮辛苦的。那我想想，我们可以卖怪物的，如果有生怪砖的话，就可以赚这个钱。对，其实我们知道赚钱，如果我们那个生怪砖，又可以打出一个僵尸的，或是枯工的，这其实可以卖，可以做一个陷阱去刷这个钱，也是不错啊。我看一下还有什么可以赚，是要赚的话，牛会不会比较简单啊？牛的肉，猪的肉其实比较多，它一次掉比较多。猪肉应该是蛮好赚的，那鱼不太好钓，这个都是特殊鱼，这个钓要蛮花时间的，不好卖。然后普通的鱼也对啊，就是靠狗狗抓鱼。植物类的话要半组比较多。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要去召唤回一般的村民，
这个据说把这个僵尸村民把它还原之后呢，应该就变成普通村民。那这村民可以收购的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们有一些本来不能卖的话，这些村民可以收。像这个羊毛，我们现在一大堆，然后现在村民那个商人又没有在收购。那野外的话，也不会有人收购，因为这是比较高级的东西哦，要畜牧业，所以我们可以试着酿造药水。我们去做虚弱药水，然后做个金苹果吧。哎，等一下，锄头没嘞，锄头。我们现在的铁匠没在做锄头了吗？然后最近好常下雨哦，下雨就会罢工，他就没办法做事。然后晚上又停雨嘞，诶，有停了吗？还在下，还在下。晚上的话，我们最近酒吧人口好像蛮少的，大家不太喜欢来酒吧了吗？有人说是因为大家的开心值都足够了哦，这边还是很多，今天晚还是很多啊。哦，大概哦，这个100级了，智力100，超级天才，然后他的技能也满了。超级农夫，我们的农夫真是跟我们跟最久。那快乐值好，应该是快乐值没满的才会来酒吧。那满的话99，喝满的，喝满是不是就走？哎，真的耶！所以我们快乐值100的话，就代表他不会来酒吧，不会来这边寻求开心，他就会回家坐着休息，然后就睡觉。那后来酒吧就是还没满，还不够开心。这个可以开心。这边就来准备我们酿造台的材料。那酿造台的话，加个漏斗会比较方便。所以哇，我们家好挤哦。我们这家真的盖得很小，想说省空间，怎么办？我们家也要扩建吗？可是我们这个家也很难扩建哎，因为想说三楼要盖厨房，还是再往上盖。二楼可能做一些工作台类的东西，像这个我可能要搬上去，不然自己光储物间就够小了。然后二楼本来想盖厨房，不然的话我们再往上加盖。好的，我们的顶楼加盖又盖了一层楼，变成三层了。那第二层就先放一些工作类的东西好了。我们等一下可能把冰箱啦、洗衣机这个搬上去，它不是冰箱那洗碗机。然后这个研磨的出货箱可能就放下面。我看一下之后还有什么东西要放。今天需要一个无线水源，那无线水源其实只要两格，不三格就可以了。无线水也不一定要四格哦，但是三格的话就是会一个转角，那你必须捞中间那一桶才会无线，好，这一桶才有无线。不过我们只要用那个水瓶，用水瓶捞的话，我记得水好像不会不见。那我们这边让它一个自动化，所以要放个箱子，然后再放个漏斗，这边放个木漏斗就好了，木漏斗，然后酿造台，然后上面再放一个铁的，因为我们上面要放东西，就是要放药水的材料。所以上面必须用这个比较高级的漏斗，这样我们才可以放一些物质下去。欸，只是我这样点不到不行，我们必须跳到上面这样垂直的放才可以。这边就开始来酿造药水了，我们先把这个药水水瓶三瓶先放进去，然后等一下我们这个漏斗会一直往下漏这个水瓶这样我可能要先做一个拉杆，然后先让它不要往下漏。那就等它酿造好再往下丢，其实自己拿也是可以啦，其实下面漏斗并不是这么必要。总之燃料，然后疙瘩，好，这边疙瘩我们就可以丢上面，然后一个疙瘩。然后我们要酿造的是那个虚弱药水，所以需要做这个八效的蜘蛛眼。其实我们做个要做好啦，做个两罐。我等一下全做了，我按错了没关系啦，我全都拿去做了。八效蜘蛛眼呢，可以做成怪物汤啊，这个很补然后一个珍珠，这个要吃也是可以的，可以做一碗来吃啦。那总之这个酿造药水之后也可以用到，然后来放这个八效蜘蛛眼。再来需要火药啊，用让它变成飞剑的。这边的话，我们要用这个做点火药，我的火药好像用光了，在这边再塞个火药进去，这样就可以自动酿造到好。好，这样子，等它发酵蜘蛛眼，发酵蜘蛛眼是不是不用？疙瘩啊，它好像普通的水就可以嘞。好像不用疙瘩，我看看哦，应该是普通的水。对对对，我们放普通的水它就有效了，所以这修药水并不用这样子。那我们这个有疙瘩的药水可以来做点别的，像是加速啦、跑快一点啊，或者战斗啊、攻击什么的。好，有了有了，我们的修药水成功了，所以我们就丢三瓶，可以召唤三只。那我们最后也要去找一下这个僵尸村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这水瓶要放进去的话，想要用侧边漏斗才行啊！我的这个又忘记打开。好，这边做个加速药水。其实这样想想，下面这漏斗真的很不是必要因为要开开关关好像有点麻烦，好像是不需要。那这边再加个红石，看一下加速的话，
加个荧光石好了，我想说让效果增强一点，比较强烈一点。那我们可以把一些材料呢拿到上面的箱子放，那这一箱就是我们之后的酿造药水箱，各种酿造的材料都放这边，还有玻璃。然后我决定把这个漏斗拆掉了，超级难用。虽然我们这个打掉，它的燃料会消失啊，有点浪费，没关系，这个稍微一点点。那再来，我们还需要准备金苹果这样子。村民，其实我可以抓回来吧。等一下哦，如果我们要抓江村民，应该算是怪物。我这个中型动物包能不能抓？那怪物好像不太一样。不然的话，我就是用拴绳或是什么栅栏把它围住，然后命名牌。对，我看一下，之后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把它抓回来。那总之，我们先来交易。这边我在想，用过斧头，不知道能不能卖耶。果然不行，这个斧头都要修好。这样我要拿去修吗？如果我们这个两个，一个绿色铁斧跟一个白色铁斧合起来应该变白色，这个没办法，这个要修，我自己去铁城修理应该还是会变的。所以这种装备类的，就是要卖的话，就一开始就不能被它使用。它有可以斧头可以卖五个绿宝石，其实还不错。然后鸡肉可以卖一组，其实肉真的很好卖，但是量要很多，半组肉其实蛮多的。那书我可以再卖了，然后羊毛，哎呀，这边其实我这边转一转，我的职业好像可以再提升很多个哦。我们现在应该可以有一组的绿宝石。说到书，我们的老师拿的书好像是普通的书就可以了，他放回去嘞。我之前有把书就是强制丢给他，但他会捡起来，他捡起来是捡起来，但就好像要放回去了，他也不会拿来看，就是不会拿来教书啦。那村民做的应该是比较有效，我之前是丢给他村民的。不过现在小朋友都长大了，哇，没有小朋友了吗？全数长大了吗？哇哦，我们现在大概有四五十个尼特族在这边晃来晃去，一半以上村庄一半都是无业游民哦。我们必须赶快创作他们的职业。那我们先多两个矿工，矿工现在要六块钱哦，原本是不是只要三块四块，涨了两次。但好算了啦，我有点懒得把它再移到其他村庄，然后再抓回来了。没关系，买吧。那还需要什么？屠夫还好，铁匠也还好，矿工是比较需要赶快挖一点矿。那树也还好，农夫我们可能需要更多农夫哦。我现在的田其实长得蛮快的，再多几位好，农夫可以再多个四位左右啊，这样子。然后还有什么缺呢？老师这些高级职业差不多，牧场主也都差不多了。牧场主应该可以再多一点，然后我养动物的速度应该会比较快，再多一位就好。然后再来什么呢？德鲁伊应该还不用，德鲁伊应该还 OK 啊。先这样，之后再看一下还有什么缺。好，那我们这个世代小朋友都非常的聪明，所以各种职业应该都能胜任哦。我们应该也不用看他什么需求职业了，我们就直接来咯。来一个，我看一下哦，我抓，我们看到谁就是谁哦。人流过来，想要当矿工的吗？矿工来，我们有女矿工吗？我们来一个女矿工。等一下，人太多，人太多，有了，女矿工长这样，好像有我们是有一个女矿工。再来一个农夫，农夫，农夫，谁要当农夫？决定是你了。再来一个，决定是你了。好，这样子 ，OK， 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工作者。那农夫，看一下我们田，其实我们田也长得差不多嘞。如果没有在这边加速的话，我这边还是要偶尔来加速一下，不然它长得没那么快。我这边只要蹲着就可以帮农田加速。那萝卜，好，赶快收成。那这样以自然的话来说，我们的农夫量应该也差不多，树其实也差不多，因为树没长那么快，我在这边跑来跑去才会长比较快。那再就是矿工有一起挖吗？好像，来了，一起挖吗？一起吗？一休你吗？好像不行有人在挖的话，他就离开。然后在想能不能从矿道的中间再延伸出矿道。如果这个方向应该是我们房子的方向，所以必须往这里转。那这样子不知道行不行？我这边必须往前挖。那可是如果在矿道的途中，就是这个洞可能会被填补，所以我们这个可能要往前摆，好吧？如果我们要这边延伸的话，我看看啊。我们这个要往前移，他想挖，但是还有人在挖，还是就让他们这样轮流，因为他挖完累了就会回去。哇，他金丁石挖好多哦，这次怎么那么多？好，你不是要挖吗？你不是要挖？你怎么？你东西也那么多？你不是要挖？这边，你接力了吗？没有，好，好像也没接力，可能还是要分开耶。
不然他好像不会那么聪明的挖。我这边呢就是要往前延伸，把这个打掉，然后稍微往稍微往前延伸一点，然后再让有一个地方，可能就这里吧，这里可以再看一下我们矿道是3×3吧，那大概从这边延伸出去，所以我们这里大概要盖到这个位置，然后再给它一个矿井这样子。这样我们的天花板有点凉凉的呢。那我们天花板是不是要再往上延伸一格啊？这样好像这里凉凉的，有一个洞。好，我看一下，我把这里先铺一铺，这里我们只要往前一格就可以了。然后天花板两边墙壁挡一下，天花板这样子，然后再亮起来，这样它就会自往前铺了吧？可以吧？OK， 我们把两侧稍微填补一下，这样子应该没问题。这个应该会往这边延伸，但我想这边是不要太长。我们等它稍微铺一下，然后可能倒个水。我们这边先准备一下好了。这边我们应该从上方倒水，然后水流下去，它就会挡住，就是不会再往前挖。我们大概铺个几个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大概15个吧。我有算错吗？15个，那边有钻石，还有好多钻石哦，没人挖，好想我自己挖哦。那个矿工是不是挖不到那边？我是不是应该自己挖？旁边看起来矿物超多。这样好了，这样子，我在想商人会出现在那个角落还是这个角落？不晓得，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生怪的位置。不要太长好了，他应该会离最远的地方。然后我们要在最后一格放水，这样放水的话，其实我楼下应该稍微挡一下会比较好。但我想说算了，直接下去，我们可能之后想要接个水。那这里就是它挖一挖，然后就碰到水，他们应该就会转向，应该是这样吧？试试看，没试过，总之应该可以。好，那我们要趁晚上呢去抓一下这个僵尸村民。我们现在这个外面就是还是有很多鳄鱼啊，鳄鱼就是会跟奎帕战斗，然后奎帕就爆炸，所以这边就到处坑坑洞洞的。好多哦，这里有那我先把这个僵尸解决掉。喂，是我的锋利刀。那这边是两只，我们稍微把它引回家好了，会比较安全。是我的钻石剑，有嘞。死了。可是我怕我狗狗会咬到它。来吧，你们。可以来吗？应该上得来，但我也不要引太远，不然我怕那个我的卫兵会把他砍死。我这边没有对称等一下再调整一下。来吧，你们会不会上桥呢？我的虚弱药水一次用，一次两个用，有了。然后再金苹果，给你出来，火力加啊，另外一个，这个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这边要稍微让他们冷静一下。我们先铺个墙，好，先让他冷静一下，然后等他转化。我看一下，给他帮他盖个天花板啊，不然快白天了，快白天我怕他被烧伤。我们这是很贴心，很用心。下雨了，没事。好啦，今天又下雨，真的耶，今天一开始一直在下雨，两三天都在下雨。那过一阵子他们才会恢复啦。这边我挖个洞来稍微看一下，偷看一下他们到底恢复了没。怎么少一只？有少一只吗？有人不会睡下去了吧？不会那么蠢吧？只看到一只不，我的另外一只摔了吗？我不要站在一边边好了，他好像会摔下去。我少一只了。等一下，我们的水都不见了。等一下。我的水结冰啦。冬天我那边的流水结冰了，然后我的矿工今天下雨，矿工没出勤。那这个要变回来，我记得要蛮久的，大概要5到10分钟。那我另外一只摔下去，不知道有没有死掉，还是还活着呢？应该是活不了了，旁边都没有水。其实另外一只还在耶，怎么又出现了？刚刚一直找不到，那是爬去哪里了？总之我们这边耐心呵护他们好了。等他们变回人类的瞬间，再好好迎接他们进入我们的村庄。变坏了，但是
旁边还没变回来。哎，应该是一起喂的啊，有一只比较快变回来，但它现在应该不会攻击人吧？旁边那个很害怕，很害怕，还在虚弱中。应该时间应该要差不多啊，我们不是一起喂的吗？快回来啊！这个用的时间比较久，不要打它哦。那个，哎，可是蓝色衣服的村民是什么啊？我们这边其实有更多更多的村民，也就是说，哎，回来了。也就是说，我们村民其实不止以前的那些。啊，僵尸医生，来，快进村！哎，可是我可能要抓回去，我用网子抓回去。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他可以卖什么呢？哎，不然点工匠。哎，这可以点。村支员卖腐肉，可是腐肉太贵了。总之，黄金也可以换，但黄金也太贵了，因为这个版本还没办法更换他们的职业啊。啊，这个工匠什么职业啊？不能买东西耶。哎，啊，你到底有什么用？那村民的话，我们要给他一个居住所，虽然他们不用房子，不用床，但我们就是要把他放在一个他们不会乱跑的地方，我们这样交易比较方便。还是在这边放一排，这边可以放一排的村民吗？可这边挡到我的路诶。诶，村多么可爱的狗狗，你要好好照顾他。等一下，这就是我们有普通的村民才有效，因为我们之前有狗狗就是会这个收到村民给的奖励，但是要一般的村民，所以他有收到奖励吗？他被夸奖了，有肉，哎，真有肉吃哎，真的给肉吃嘞，哎，我们会不会用这个方式让狗狗来就是表演，也不是表演，反正他们只要存在，他们就会给狗狗食物，哎，好像很棒哦。今天先把村民抓起来，然后我们看一下放在哪个地方比较好。今天暂时放在我们家的后面，然后这边刚好还有狗狗哎，可以给他奖励吗？啊，这个我好像没有点，那个是技能，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全力发展狗狗的这个撒娇技能，让它大家觉得让它很可爱，然后大家就会给它东西，我就可以捡到好多好多东西哦。可是这个工匠的用途到底是什么，真的不知道哎。那这个我们为了开启它的这个能力，所以我必须可能要卖一个，我卖个腐肉好了，我们家腐肉还有。神职人员的话，我想后面可以换到那个中介珍珠，那个是比较稀有的。然后我在想，会不会有一种状况，就是用绿宝石换得到东西，然后把那个东西再拿去卖，反而可以卖到更多的绿宝石，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这游戏的漏洞，就可以这样子获得无限的交易，然后赚到更多的钱。但应该没有，因为这边交易其实都是不多，要再用换到东西再卖更多钱好像有点难，可能要找那种数量很多的，但好像没有诶，我们这边普通的村民应该是没有这种的东西哦。这边我们可能要再随便买一个，再开启后面的交易。哎，有了，这边可以换。哎，等一下，为什么这个这么贵？六颗绿宝石才换一颗中介珍珠，我记得以前没这么贵啊，还是白这么贵？珍珠好贵哦，换荧光石没什么用，但是还是得换。我们把交易全部开完吧。最后的交易好像就只有经验值品了，僵尸人员其实没有什么用，这边能换到东西其实并不好。我们目前比较需要村民是这个制剑师，因为他可以卖羽毛，现在羽毛太多了。然后纸张好像也有，图书管理员，可这个数量要求比较多，这个不好卖，但也是可以卖。不然我们纸张要做成书本，其实也可以啦，但是我们就是皮革不够多。我们这边的牛比较少，要做到皮革就是用量太大了，输一下就做光了。皮革不行欸，这一定要村民打皮革才有效，才能卖。所以我们牛是不是要扩大营业？不然就是也不行。我想说用生怪砖也不行，生怪砖其实可以欸，生怪砖，然后让它生在这个地方，然后牛就一直变多变多，然后屠夫就把它去宰，然后就有皮革。可是生怪砖生出来牛应该是白色的。所以这个要有这个特殊的，一定是要村民养的，也不行没办法偷吃布。畜牧业好像有点难发展，就是要很大，牛的话要很大，不然皮革用量消耗太快。或是有农夫也不错，因为我们现在农作物这边好像都可以收。还有啤酒制造者，金胡萝卜，还好，这也是特殊村民。胡萝卜很多，甜菜也很多，这个如果跟农夫的卖的话，其实比较好卖，比这个出货箱还好卖。所以我们可能要去找个农夫啊，可惜我们这个版本它的职业是没办法切换的，就只好找到刚刚好的。所以我们大概需要制剑师，然后跟农夫，之后可能再物色看看啊，找一下。那我们的矿工到底要出来了没啊？不行，一直下雨，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矿工两道的矿工到底有没有效，然后自己到底会不会停在那边，
只能下次再来验证了。好的，那我们这一集的村民森友会呢，先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之后在想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天气呢？控制天气的话，要别的模组那个会不会太 OP 不晓得，因为我们这个下雨天实在太多了。有没有增加这个降雨几率？应该说减少降雨几率，有没有增加这个太阳的时候啊？有没有晴天娃娃模组？可能是晴天的几率会提升，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一直下雨。我的村民完全不做事，通常下雨应该是农夫不能耕种，但是我们现在上面玻璃有遮雨也是没问题啊。那如果铁匠的话，至少他的房间打铁不会淋到雨啊，下雨就不出来，下雨就可以休假，这个会不会过得太开心？我们这个村庄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很好过，很好相处。诶，等一下，为什么这个床颜色变了？很好很好混日子耶，这些人真是过得太爽了。那我们现在人口提升那么多之后呢，可能要把一些营业在更大的发展，像是农地啦，或是树比较占空间，因为它隔太开了，所以想要树不要发展好了。畜牧业有没有办法盖两层啊？也许我们畜牧业可能要盖个两层，然后就是二楼三楼的畜牧业哦，不然我们这样养的动物不够多啊。下次再规划看看吧。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这系列呢，别忘了在下方按个喜欢哦，越多喜欢我们就会努力的尽快的更新下去。我们下次再会，大家拜拜。